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在找寻一处栖息之地。我在宁夏固原发现了理想中的最美民宿。宁夏历史看固原，固原文化在隆德。第一次来到六盘山脚下的隆德，被这里厚重的历史氛围深深感染。漫步古色古香的老巷子，寻一家景色客栈，青砖灰瓦，古木飘香。住进民宿还能免费参观美术展馆，与艺术为邻，为生活添趣。这里有一号、二号两座小院，一草一木都是精心打扮，一下子把我拉回儿时的美好时光，特别适合带着全家人享受天伦之乐。告别老巷子，来到杨家店，这是一片多姿多彩的民宿文化集群，古色古香的北方小院点缀着不同的主题民宿。喜欢挥毫泼墨有书法主题，喜欢淳朴自然有木文化主题，喜欢风物特产有烟火龙德主题。住进有趣的主题民宿，再来一顿地道的农家柴火鸡，纯天然的乡野菜，接地气的大铁锅，简直不要太享受。假如你想亲近大自然，找寻乡野味，那么神林三庄一定适合你。住进北方的农家小院，品尝热气腾腾的五彩暖锅，地道的龙德美食，让你的味蕾回归最纯真的享受。最后一站，来到大山脚下的盘龙山庄，亲近自然的木屋别墅，清奇的集装箱民宿，还有热闹的亲子乐园，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度假旅行。诗和远方并不遥远，喧闹的人群，五岩的山川，都是我们存在的意义。春风十里，不及有你，快带上最爱的人来隆德享受美好假日吧。